的身体为此发挥一切众生请转妙法轮教导我们如何了生脱死离苦得乐速证无生。莫灭之修道，这是四圣谛。善知虚谛，善知啊这个世间的虚谛，善知第一义谛，善知啊出世间的第一义谛，善知相谛，善知啊一切的相这种的谛理，善知痴别谛，痴别就是种种不同的这种谛理，善知成立谛，这个世界的成立这种的道理，善知世谛，这个世界一切的世的这种理，善知啊生谛，这个人怎么样生来的是生谛，善知今无生谛，那善知啊将来怎么样死，那么无生的这种谛，善知入道智谛，有啊善知这个入道的这种智慧之谛，善知一切菩萨谛次第成就谛，这怎么样能修行菩萨道，先从什么地方入手，这一步一步的这种的谛理，乃至善知如来智成就谛啊，怎么样能成就佛的智慧，这种的道理，此菩萨随众生心呢、啊、随众生的心啊，乐令欢喜啊，欢喜呀、啊、令众生心里欢喜，知徐地通达以实相以故，这个即在实地呀、啊、就是实相的真谛啊，就在这个世间法就可以修出世法，所以说出世法啊也不离世间法啊，因为这个六祖大师才说啊，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脚，离世逆菩提犹如囚兔脚，也就是这个道理。是第一义谛，教法四相共相空，知相谛了诸法分类痴别空，知痴别谛善分别蕴藉处空，知成立谛矫身心苦恼空，知是谛矫诸取生相续空，知生谛一切热恼毕竟灭空，知今无生智谛出生无二故，知入道智谛正觉一切恒行相故，善知一切菩萨谛次谛相续成就，乃至无来智成就谛，离信解智理之非之非以究竟之理之，何则此菩萨摩诃萨得入世，诸地至于入世之一切由一法虚妄刹为，
欢回玉府，这个第五地的菩萨能知第一地，他觉悟这个法呀，自相和共相这种道理，知相地他了诸法分为持别故，一切诸法呀所修各得各的持别果位。又知道啊，这个持别地一切有所持别的善分别，这个五蕴和十八界十二处这个道理。又知道啊，成立地他讲啊，身心他是苦恼的。又知道啊，这个世地他觉悟到啊，诸取生相续故，一切的诸取相续不断。又知道啊，这个生地知道啊，一切的热闹啊毕竟灭故，一切的烦恼本来是空的。又知尽无生智地出生呢无二故，本来是无相。又知入道智地正觉一切恒相故，觉悟一切修行这个形象。又善知一切菩萨地菩萨所学四地相续，成就乃至五来至成就地，以信解智力之，以信解的这个智慧力知道这一切法的这种种种的相状，非以究竟智力之，不是啊用究竟佛的这种智慧来知道的。佛子那么金刚藏菩萨又加一层说，你们各位佛的弟子，此菩萨呀，说这个修行菩萨道记记种种善根的这个大菩萨，得入是诸地智矣，入实之，他真实的知道一切有为的法虚妄诈伪都是不实在的，狂毁迂腐都是迷毁这一切的凡夫没有智慧的。菩萨是欲着众生转增大悲，生大慈光明。佛子，此菩萨摩诃萨得入是智力，不舍一切众生，常求佛智，入实观一切有为恨前际后际，自从前际无名以外故生，生死六转于诸运宅不能动出，增长苦惧无我无受者，无养育者，无更索取后驱身者，离我我所入前际后际，一入是皆无所有，虚妄贪嗔断尽出离，
绕有绕无，皆入实之佛子。此菩萨摩诃萨，佛作是念：此诸凡夫愚痴无知，甚为可悯。也无数身已灭，今灭当灭，若是灭尽灭，不能于身而生愿想，转更增长，机关苦时，虽生死流，不能还法。于诸印宅不求出离，不知有为色大毒蛇，不能拔除诸慢渐渐，不能熄灭贪恚痴火，不能破坏无明黑暗，不能干结爱与大海，不求实力大圣导师入魔以朝林，于生死海中为搅观波浪之所飘溺。佛子，此菩萨摩诃萨，佛作是念：此诸众生受入是苦，孤穷困盘，无咎无依，无周无舍，无道无目，无名福衣，黑暗缠裹，我今为彼一切众生修行辅之助道之法，独一发心，不求伴侣，以是功德令诸众生毕竟清净，乃至怀得如来实力无碍智慧。那个第五地的菩萨在这个时候啊，于诸众生转增大悲啊，更增加他的大悲心，也救度一切众生，生大慈光明，生出一种啊大慈悲的智慧光明。佛子，金刚藏菩萨又称一声说：你们各位佛的弟子，此菩萨摩诃萨呀，说修行第五地这一位大菩萨，他是菩萨中的大菩萨，得入世智力，他得到啊像前边所说的种种的智慧之力，他不舍弃一个众生，常求佛智，他常常上求佛的智慧，下化一切众生，入实观一切有为横。他呀这么实实在在来观察一切有为法的横来，前际后际，前边的这个际，后边的际，只从前际无名有外故生，知道啊从这个无名啊和这个有和这个爱才生出来这个后继，生死流转
有这个生死的流转，与诸运宅呀，在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五运宅中，不能动出，不能啊超出去这五运的这种法，增长苦聚，常常的是增长一切诸苦之聚，啊，一切苦都聚集到一起。无我无受者，本来是没有我也没有受者，但是他执着我执着受者。无养育者，也没有一个养育者。无根作取，后取身者，也没有一个作，那么一次又一次的，一次又一次的向后取啊，那个身本来都是空的，离我所离开呀，一切我的执着和我所有的执着，入前际后际啊，都是虚妄的，不实在的。一入世也就是这样，皆无所有，本来是空无所有的，这是人呢往生执着，虚妄贪着，贪着这个假的，断尽出离啊啊，断呢一切烦恼，就出离呀，就三界了。绕有绕无，无论是有是无，皆入实之，他都啊实实在在的知道。佛子，金刚藏菩萨又叫一声说：“你们各位佛的弟子。”此菩萨说，这修行菩萨道，积聚种种善根，这一位大菩萨佛作十年，他又啊做这种的想念了啊。此诸凡夫啊，这一切的凡夫众生愚痴无智，没有智慧，甚为可悯呢、啊、真正是可怜的很啊。有无数身，一灭今灭当灭，在过去啊生生世世有无数的身，已经灭了，现在又灭了，当来还灭，入世尽灭，像这样子啊，生了死，死了生，尽灭，不能于身而生厌想啊，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啊，还拿他自己这个身呢当一个宝贝，啊，又想给他找吃的、找穿的、找房子住，啊，又想找一个朋友，做一个旅伴，这样子也不生厌倦，也不觉得这是苦，不生厌想。转更增长啊啊，一生比一生的增加自己这个无名机关苦事，就好像啊有一个机关似的啊，这个苦事一天比一天增加，一生比一生增加，虽生死流不能还返呢、啊，就顺着这个生死流去流去，也不能啊返本还原。于诸运宅呀，在这五运宅里头啊，不求出离，也不啊想出这个五运的这种火宅啊，不知忧畏呀、啊、也不知道啊忧愁恐怖四大毒蛇，这地水火风四大毒蛇呀，不能拔出，不能啊啊在这个里头啊脱离出去。诸慢渐渐的 一切的共高我慢邪知邪见，就好像毒箭似的，不能熄灭，也不能啊把它熄灭了。贪恚痴火，贪嗔欲止，这种火不能破坏，不能把它破坏了。无明黑暗不能干净，
这个无明啊黑暗这种邪知邪见不能把它干了。爱于大海不求实力，大圣导师在这个爱于海里头啊，爱于这个大海里头啊，不求佛的实力，大圣导师来呀救拔出这个爱欲的大海，入魔一丛林，入这个魔的这个思想这种的丛林，于生死海中为小观波涛之所飘溺，在这个生死的大海里边为这个捉脚观的波涛之所飘溺啊，淹着出不来。佛子，此菩萨摩诃萨说，这修行菩萨道寄居种种善根的大菩萨，初作十年又做这种的思想了，说此诸众生啊受入世苦啊，像受这种种的苦，孤穷困盘啊，又孤独又贫穷啊，又困难又受逼迫，无救无依，也没有人救他们，也无所依靠，无舟无舍，他们也没有一个地方住，也没有一个舍台住，无岛无木，也没有一个引导者，也没有一个目标向前去走。无明福意啊，这种无明啊烦恼来遮盖着他们，好像眼睛里头有意思似的。黑暗缠裹呀，被这黑暗缠裹不能出离三界。我今威比一切众生，我为这一类的众生修行福智，我要修行福德智慧助道之法，帮助修道这种法门，独一发心的，我就单独一个人来发心，不要其他人来帮助我，不求伴侣，我不求啊谁来呀、啊、做我的朋友，做我的旅伴，或者和我一起去修行，我就一个人单独来修行，一世功德令诸众生啊，以这种的功德令所有的一切诸众生啊，毕竟清净，毕竟还复清净，乃至怀得如来实力，乃至于要得到佛的十种力量啊，无碍智慧和这个无所障碍这种的圆满的智慧。佛子，此菩萨摩诃萨以入世智慧观察所修善根，皆为救护一切众生，利益一切众生，安乐一切众生，爱悯一切众生，成就一切众生，解脱一切众生，摄受一切众生，令一切众生离诸苦恼，令一切众生福德清净，令一切众生细节调伏。金刚藏菩萨也称一声说，你们各位佛的弟子，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一位修行菩萨道寄居种种善根的大菩萨，一入世智慧，一向前边所说的这个种种的智慧，观察所修善根，观察自己所修的一切善根，那么这所修的一切善根
皆为救护一切众生。我们为什么要受这样苦来修这一切善根呢？就为的想要救护一切众生，脱离这个生死的轮回，利益一切众生，令一切众生的得到安乐，得到一切的利益，安乐一切众生，又为的自己所修的善根，为的令一切众生都得到安乐，也就是离苦得乐，爱悯一切众生，常常啊生出一种慈悲哀悯所有的一切众生，又为的成就一切众生所修行的善根，解脱一切众生，令一切众生啊所种的善根呢、成熟了，然后得到解脱，摄受一切众生。菩萨啊不舍弃一个众生，那么常常摄受所有的一切众生，令一切众生离诸苦恼，令所有的一切众生啊都离开一切的苦恼，离苦得乐，又令一切众生啊都普得清净，普遍的得到清净，令一切众生气节调伏，令所有的刚强众生啊都是调伏，得到如何忍辱至乐，令一切众生入波涅槃。佛子，菩萨摩诃萨住此第五难胜经，名为念者，不忘诸法部，名为智者，能善觉了故，名为有趣者，知经义取四谛联合故，名为惭愧者，自护护他故，名为坚固者，不舍戒恨故，名为矫者，能观事处非处故，名为随智者，不随他故，名为随慧者，善知一分一举持别故，名为神通者，善修禅定故，名为方便善巧者，能随事恒故，名为无厌足者，善积福德故，名为不休息者，常修智慧故。一切众生入觉涅槃，菩萨修第五谛，能令所有的一切众生入大波涅槃，就是能了生死。金刚藏菩萨又称一声说，你们各位佛的弟子
这个第五地的菩萨中的大菩萨，他修行这第五地南圣地这个时候，名为念者，他有一个名字叫念者。念什么呢？不忘诸法故，他常常念佛念法念僧，所以叫念者。名为智者，又啊名叫一个有般若的智慧的人，能善觉了故，他能以啊有善于决断的这种智慧，不会犹疑不断，善觉了故，名为有趣者，名为啊有所趣的一个人，知经义曲，次第人和故，他知道啊经理这个经典上的所有一切的经的义曲、宗旨和旨曲，次第联合，它都互相啊联合的啊，都是啊有条不紊，很有次第，很有层次的，那么联合起来，名为忏悔者。菩萨这个第五地的菩萨又啊叫忏悔者，知道忏悔，他能自护护他故，能以自己护持自己的戒律，别令啊他人不犯戒律，名为坚固者。又啊有一个名字叫坚固恒者，不舍戒恒故，他呀啊持戒精进，什么时候啊他也不犯戒，修行呢很坚固的这个戒恒。名为矫者，又叫一个矫悟的人，能观事处非处，他能观察呀什么叫合理的，什么不是不合理的，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的。名为随智者，又有一个名字啊叫随智慧者的一个人，不随于他故，他随这个正知正见呢啊不随其他这个邪知邪见，所以啊叫随智。名为随慧者，又啊啊叫一个常常啊随智慧行的，善知义慧义句识别故，他善于能啊了解这个经的义理，或者不合乎义理这种啊啊词句的分别。名为神通者，又有一个名字叫神通者，他善修禅定故，善于啊修一切的诸禅定，在禅定里头能显现大神通。名为方便善巧者，又有个名字叫方便啊善巧的人，能随事恒故，他能啊随顺世间法而不违出世法，这样。名为无厌足者，啊，又有个名叫公也不厌足的一个人，善积福德故，他善于啊积聚一切的福德啊，来为增长善根。名为不休息者，又有个名字啊叫常精进不休息的一个人，常求智慧故，他常常的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增加他自己的智慧。为不推劝者，即当四本故，命为为他亲修者，欲令一切众生入涅盘故，命为勤修不懈者，修如来力无畏不共法故，命为发意能行者，成就庄严佛度故，命为勤修种种善业者，能具足相好故，命为常勤修习者，修庄严佛身佛身语意故，命为大尊重恭敬法者，与一切菩萨法师出入家而行故，命为心无障碍者，以大方便常行世间故，命为日月远离于心者，常乐教化一切众生故，佛子菩萨摩诃萨入世勤修恒时，以布施教化众生，以爱与利恨同事教化众生，世间财神教化众生，言说诸法教化众生，开示菩萨恨教化众生，显示如来大威力教化众生，是生死过患教化众生，非不疲倦者，菩萨修行菩萨行的时候，时时的不觉得疲倦，不觉得这是很累，只要修行就觉得很高兴很精神，即大慈悲故，即具啊大慈悲心来啊爱护一切众生，名为为他勤修者，又有一个名字叫为一切众生的勤修的一个人，欲令一切众生入大涅槃故，入大涅槃，又名为啊勤求不懈者，勤求啊佛法啊不懒惰的一个人，求如来力，求这个如来的实力，求这个如来的四无所谓，求如来啊这个十八不共法，又有一个名字叫啊发意能行者，发这个愿呢能修行的一个，成就庄严佛度，成就啊庄严十方诸佛国度，又名叫啊勤修种种善业者，勤修啊一切所有的这个善的业，能具足相好，能啊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名为常勤修习者，又有个名字叫常勤修习的一个人，求庄严佛身语意故，常啊求啊庄严佛的身佛的语佛的意佛的禅，名为大尊重恭敬法者，
又有一个名字叫大尊重恭敬一切法的一个菩萨，与一切菩萨法师处，所以啊，所有一切菩萨一切法师的道场，入教而行，就是依教修行，因为心无障碍者，又有一个名字叫心啊，没有障碍的，有智慧的一个菩萨，以大方便成行事中土，以无量无边的善巧方便呢，常常啊来教化世间一切众生，也就是啊，在这个世间而令一切众生发这个出世间的愿，因为日夜远离于心者，又有一个名字叫啊日夜远离啊这一切的妄想的心，没有妄想，常乐教化一切众生故，常常的啊欢喜教化所有的这一切的众生。佛子金刚藏菩萨又常一常说，你们各位佛的弟子，这个菩萨中的大菩萨呀、啊，入世勤修行时，像这样的勤修行的时候，一不是教化众生，他常常啊对众生行布施来教化众生，以爱语常常呢对众生说众生所欢喜听的话啊，利横啊来帮助一切众生，同事啊来教化众生，视线闪身教化众生，视线呢啊一个很妙好的一个闪身来教化众生，言说诸法教化众生，常常呢给一切众生来说法教化众生，开示菩萨横教化众生，常常呢告诉一切众生怎么样修行菩萨所修行的横门来教化众生，显示如来大威力教化众生，那明显的只是一切众生佛的这个大威德大力量来教化一切众生，是生死过患教化众生，也视现呢种种的生种种的死种种的病患种种的回得犯过了又改过回得呀有种种的病来教化众生，并一切众生啊看见这种境界就生了觉悟的心发大菩提心来修道，称赞如来智慧力教化众生，现到神通力教化众生，以种种方便横教化众生，佛子是菩萨摩诃萨能如是勤方便教化众生，心恒相续屈服智慧，所作善根无有退转，常勤修习殊胜横法。这个菩萨常常的称扬赞叹佛的智慧和佛怎么样去利益众生来呀教化所有的一切众生，菩萨又现大神通力教化所有的一切众生，菩萨又以种种的方便横来教化所有的一切众生，金刚藏菩萨又称一声说，你们各位佛的弟子
这一位修行菩萨道，具具种种善根的大菩萨，能入世勤方便教化众生，他能啊像这样子用种种的善巧方便不懈怠的来教化众生，心恒相续，他的心呢什么时候也不停止教化众生，常常的是接续不断的，须佛智慧也常常啊趋向佛的这种智慧，所作善根，他所做的这种善根未有退转呢他只有向前勇猛精进啊，不向后退转，常勤修小殊胜横法，常常的勤加精进修小啊一切殊胜的横法来呀教化众生。我自此处萨摩诃萨为利众生故，世间利益每不该喜，所谓文字算术兔书印起，地水火风种种诸论贤所通达，旧山方样了之诸兵，癫狂干嚣鬼魅孤独，岂能除端，闻彼赞咏歌舞伎谣，戏笑谈说戏山其实，国成存异功在圆圆，泉流皮尺草树花妖，饭所不捏贤德其一，金银摩尼珍珠琉璃罗贝碧玉珊瑚等脏，细之其出，出以世人日月星许鸟鸣地震，夜梦鸡胸身向修究，显善观察一无错宁，金刚藏菩萨说到啊，这个菩萨修一切的善根得到不退转，这时时啊这精进修小这一切的殊胜的横殊胜的法，所以他又称一称说，你们各位佛的弟子知道不知道啊，这一位菩萨修行菩萨所修行的横具具种种善根，在菩萨之中的成为大菩萨，为利众生故啊，他为的要利益所有的一切众生的缘故，菩萨发心他是啊为人不为己的，他把自己忘了而啊为一切众生来服务，
世间记忆，他因为想要利益众生的关系，所以呀、啊，对世间一切的技能、一切的艺术，没不干系，他没有不啊，包括着在呀、啊、他习晓之的范围里头，他什么都晓。学习一切的世间的技能和艺术，就是所说的文字。那么文字本来呀是世间的一个地理，不是出世的法门，可是啊文能载道，所以对文字他必须要啊通达，所以他要读很多书，明了很多的文字算术，又要啊懂得一切的算术学、数学、图书，所有的一切的图书他也要明白，印玺啊，怎么样造这个印，怎么样造这个玺，皇帝所用的印件呢就称为玉玺，这个玉玺上边呢所刻的字呢就是受命于天，既寿于苍、啊、寿命啊是啊天给他这个命啊，又能活大年纪呢，又能昌盛，所以说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地水火风种种诸论，有这个地的论，有水的论，有火的论，有风的论，这地水火风四大各有所论，所以呀、啊，说种种诸论前所通达，这个菩萨啊都要通达，都要明白。又善方药，菩萨又能善于方药，给人开方啊，开这个药方，来呀疗治诸病，疗治众生的一切的贪嗔痴诸病，用这个戒定慧的药方来治这个贪嗔痴的诸病，癫狂干休，或者有这个病发狂发癫啊，发疯癫，或者干消生一种黄疸病啊之类的，鬼魅孤独，或者有这个鬼上身，这鬼上身呢啊就是本来是人，但是那鬼呀附到你身上了啊，像你自己就什么也都不知道了，那个鬼来讲话，鬼魅，魅啊也是一种啊离魅魍魉，是妖魔鬼怪之类的，魅魅它就是啊一种精灵，或者呀狐仙，或者呀黄仙，这叫仙，也就是狐狸精和这个黄鼠狼，这两种啊在北方，在中国的北方啊，哦那很多人呢相信这叫狐黄二仙，这个仙呢要有本事的都能变化人形，变成人形，魅就是令人呢迷了，令人呢不省人事啊，跟着这个魔鬼来转，孤独，孤啊有的地方说叫杠头啊，落杠头，那么这种啊孤独，或者你喝一杯茶，他这个茶里头啊给你下上孤独了，
或者你喝水，它这个水上又给你下蛊毒了，或者你吃东西面包，这面包里头也有蛊毒了，或者啊你要吃一块起司上也有蛊毒了，它下上这蛊毒啊，要令你吃的这个东西啊就要听它招呼啊，或者它令你头痛啊，或者它令你脚痛，或者它令你肚子痛，或者它令你头发痛，或者它令你汗毛痛啊，或者它令你出入气也痛，你看这厉害不厉害？或者它的骨在肚里头长得啊，就像啊几个大缸那么粗，把那个这个肚子胀的简直没有法子受得了。那么这个种种的变化无穷，蛊毒令你啊发狂发癫，总而言之啊，他这个就是令你要听他的招呼，不听他的招呼啊就不行。那么现在啊，我教你们一个破这个蛊毒的方法，你们谁要想破这蛊毒啊，就把楞严咒学会了。它楞严咒啊里边就有破这蛊毒的咒术。